车星期一碾到一名正要下车的老婆婆，伤者膝盖碎裂，要切除双腿才能保命，目前还没有度过危险期。婆婆的伤势牵动着澳门人的心，伤者的女儿江小姐在电台的call in节目激动的怒斥巴士公司罔顾人命安全。点解个司机落车，嗰架巴士仲会喐，闪嗰个阿婆只脚咧？其实基本上有冇睇个倒后镜，睇到啲人乘客究竟系咪落晒车嚟咧？佢净系买篮生果上嚟，企咗一个钟头，问候几句。诶，翻嚟啦！哦，系啊。哦，系啊，听说话加人工喎。吓？你谂清楚喎，加咗人工我哋咪冇得排社屋咯。咁可以点啊？梁振英，你唔好呃人啦。咦？当时系一个高层会议，我在场。唉，有咩好选啫？我细个时就做班长，边时阴点嘅啫嘛。佢哋而家有三个拣，咪几好咯。俾你讲嘢喎。得，知你叻啦。啊，唔该。食咩？云吞面啦。冇云吞咯。牛腩面咯。唔使，咁你有咩啊？得嘅，咁样算唔算啦？必当拥护并负责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》，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澳门特别行政区，尽忠职守，遵守法律。廉洁奉公，致力于维护澳门的稳定和发展。